就是人类的博物馆。愚蠢的人类根本不知道这东西有多强大。这些花瓶看似不起眼，却是用放射性矿物质做成的，隐藏着巨大的能量。出来吧，枪狼兽！枪狼是现存历史悠久的昆虫，用它来吸取文物的能量。我真是个收集能量的艺术家呀！平西市博物馆近日正在举办文物展。文物展？值得一看。博物馆是做什么用的？那里有什么好吃的吗？没有，博物馆是人类展示文物的地方。那多没意思啊。说到文物，我们家也有一件宝贝哦。哦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是爸爸送给姐姐的古董花瓶，姐姐特别喜欢那个花瓶，都把它当成心肝宝贝了。古董花瓶，我想看看。我也想看。我记得是在……哦，姐姐一定会对我先这样，再那样，甚至还那样。哎呦，这下有好戏看喽！让我看看，刚好坏在接缝的地方，那是瓷器最脆弱的地方了。我完了！哎，海城，不要为了这点小事忧心忡忡。我可以用浩肯星的高科技，只要两三下就能修好了。真的吗？那当然，包在我身上。霹雳宝，你还记得上次神机手修梦梦的包包不？结果越弄越糟。就这点小事，完蛋了。这是浩肯星专门用来融化机器铁锈的清洁剂，应该很管用才对。估计这次也如此。来，我用分子仪照一下就行了。这仪器可以通过超高温打乱任何物体的分子，然后再重新排列。不要解说了，快认真把花瓶修好。神机手，你果然是奥肯星，不是全宇宙的第一天才。还好了，还好了。我就说吧。有状况。紧急消息，虫兽正在袭击博物馆。是虫兽啊！虫兽出现了。花瓶等等再说吧。神机手。别再叫我住手了，我哪次听你们的了，给我上变形联盟出击。别在这里交战，太危险了。得把虫兽引出去。海神快跑，来吧。聚合冲击波，聚合流星弹。真讨厌，枪狼兽，让变形联盟领将领叫你的身手。海城，这枪狼兽是什么来头啊？我看看。
枪螂是一种外壳坚硬的甲虫，受到古埃及人的崇拜，被尊称为圣甲虫。没错没错，今天的成兽可是有历史的。古埃及人崇拜枪螂，因为它会把动物的粪便滚成小球推向太阳的方向，而且他们会将卵产在球状粪便上，并将卵掩埋，这样可使幼虫在孵化时有现成的食物。一只枪螂可以滚动一个比它身体大得多的粪球。叫什么枪螂？不就是屎壳郎吗？废话少说，屎壳郎，枪螂兽，让他们见识见识你的实力。我赐予你虫王大人无上的力量，消灭他们。大家小心点。超能神机手，巨能霹雳炮，烈风暴长臂，强袭普利士，让我来！这枪螂兽的外壳太硬了，难道它真的没有弱点吗？枪螂外壳坚硬，你们怎么打都没用。现在该轮到我们了。大家小心，聚光炮，烈风弹，快呀，海城，想想办法呀。刚好坏在接缝的地方，那是瓷器最脆弱的地方了。啊，对了，接缝处是最脆弱的地方。如果是虫兽的话，对了，强袭普利士，你听我说。我懂了，枪螂兽最脆弱的地方很可能就是它的关节。不要白费力气了，我的前脚动不了了。什么？果然关节位置就是枪螂兽的弱点。现在跟这只大虫说道别吧。超速裁决，姐姐，对不起，你最心爱的花瓶。这是我最心爱的花瓶。这件事我也有责任的。根据分析，海城和神机手的生存几率只有5%。梦梦爆炸倒计时，3、2、1。海城，你，没关系，海城。你的诚实对姐姐来说比什么都要重要，更珍贵。姐姐，人类的亲情真的是太伟大了。这真没意思。为了表扬海城的诚实，今天我就大展身手，给你们做一桌好吃的。梦梦，别呀，这不是奖励，这可是惩罚呀。你说什么？今天记者来到位于平西市南方的双溪森林保护区，这片保护区有着非常丰富的生态资源，
目前记录到有超过100种鸟类，另外昆虫种类更是多达300多种。哇，你们听到了吗？这里有300多种昆虫，到这里观察昆虫一定很过瘾。有什么不一样？不都是树吗？院子里不就有了？那可不一样，森林有着复杂的生态结构，不但孕育了种类繁多的生物，而且还有涵养水源、防风固沙的功能，甚至能调节气候呢。没想到地球的森林这么厉害的。如果森林生态被破坏了，会产生严重的后果。有机会应该好好考察一下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放眼望去，双溪森林保护区完全没有人工的建筑，一切都是这么自然。是上次的那台仪器。这是什么？好戏就要开始了。我们得马上出动。变形联盟，正义出击。目前传输速率怎么样？跟测试时状况一样，功率提升到最大，估计变形联盟很快就赶到了。哼，如果上次解决了变形联盟，现在我们干活就不会这么麻烦了。我说长官啊，看你上次对付普利士的时候，普利士，这是你回归浩肯星的最后机会。看来你对浩肯星的叛徒普利士还是抱有一丝仁慈，身为长官，这样不合适吧？住口！我自有计划。歼灭者，你身为我的下属，做好自己的本分，服从是第一要务。是是，到时候就别怪我没提醒你。上头要是知道你对普利士还心存私心，你这长官的职位恐怕就不保了。歼灭者，长官。长官，变形联盟就要过来了。终于来了，我可等了好久。歼灭者，杰塔，你过去支援。记住，首要任务是阻止变形联盟靠近传输器。是，长官。大家当心，海城，装稳了。普利士，我来掩护你。给我下来，变形联盟！好险，还好我驾驶技术好。搞啥？我刚把直升机洗干净，这就被你搞脏了。这种破直升机直接扔了算了，是不是回收厂捡来的便宜货呀？你说什么？浩肯星究竟在打什么主意？无论如何，我们都得停掉仪器。海城，去到安全的地方。好。变形联盟，聚合变形。
烈风暴长臂，巨岛霹雳炮，速战速决。明白。聚光炮。歼灭者也都经过基因改造，实力不容小觑。现在双方看起来势均力敌，难道会变成持久战吗？超能神机手小心！相信普利士，我觉得他是不想再让我们往前了。二打一还打不赢我，变形联盟，你们真不怎么样嘛！哼，就让你看看我宇宙第一的厉害！哼，来追我呀！不过你追得到吗？要你多嘴！不对，敌人的目的似乎不是击败我们。而是让我们远离仪器。我们也发现了，那仪器对浩肯星来说一定非常重要。这奇怪，不好了！强袭普利士，这里的植物突然都枯萎了，而且范围在不断扩大，很可能跟那仪器有关。这样一切就说得通了，这仪器一定是在吸取某些东西，这说明了为什么他们千方百计阻止我们靠近。虽然不知道他们要的究竟是什么，但先是湖水干涸，现在是植物枯萎，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已经破坏了地球的生态环境。没时间跟他们周旋了，变形联盟用强势火力前进，以抵达仪器位置为第一任务。收到，下次再收拾你。哼，我们的拖延战术被识破了吗？嘿，音速弹，放马过来，变形联盟！嘿，好，我就成全你。嘿。创世重击，再吃我一招，烈风流星，雷鸣火轮。变形联盟成功了！不管你们有什么阴谋，都得先过我们这一关。现在都给我让开！四打二还花了这么长的时间。预估的强大力量，我已经放过你们一马了，竟然还不识相！少废话，烈风暴长臂，看！这，雕虫小技。
弗利士的哥哥真是太强了。粉碎流星，见了超能神机手，想要打败普尔达，看来我们只能合体了。但是刚才的那番战斗已经耗损了很多能量，就算合体我们也支撑不了太久的。我知道，但没有其他办法了。变形联盟聚合变形，植物好像变得更多了，这一定跟浩肯星的仪器脱不了干系。变形联盟，你们一定要成功啊！好机会。超重神破坏斩，践踏，哼，践踏还真是忠心耿耿，但为了这样的长官，值得吗？践踏，你没事吧？长官，不如我们用超合体吧。什么？践踏居然要用超合体？哼，真是不知死活。不行，生态能源分子还在实验阶段，我的基因改造比较成功，可能还能顶住。但你贸然使用太危险了，乖乖给我让开！没办法了，接他，你一定要撑住啊！放心吧，长官，聚合变形。手下合体了，这是浩肯星的新技术吗？这股怪力，生态能源分子的力量居然这么强大吗？超越斗神，糟了，动力系统损坏，我们动作得快，能量就要到达极限了。这不好了，植物枯萎的速度加快了，
神，这片森林就靠你保护了。破绽太多了。重战武神。重战武神，重战武神，不！这次我不会再给你们机会了。不行，合体技术还不成熟，再硬撑下去，剑塔会承受不住的。剑塔，剑塔，长官。我没事。哼，居然还活着，真是命大。变形联盟不简单呐。嘿嘿，但可惜的是已经太迟了，马上就大功告成了。这警告，逆转模式设定中，逆转模式设定中，逆转模式设定完成，能量释放启动。这，不好，快，传输器有状况，动作快。快追！不行，能量完全消耗光了。仪器爆炸了！这些植物又活过来了。普利士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仪器为什么爆炸了？一定是他，一定是他。过分，一定是他，是他毁掉了传输器。哥哥的新合体真的很强，要不是还不稳定，我们恐怕不是他的对手。值得忧心的是，他们的合体能量非同寻常，这究竟是利用了什么？今天战斗时，他们提到了生态能源分子，我猜测这就是那台仪器的功能，但细节还不清楚，我需要更多线索。今天为什么那仪器突然就爆炸了？应该是他吧？肯定是的。啊？他？谁啊？快告诉我是谁啊？难道只有我不知道吗？不要吵了，长臂。哎呀，快告诉我嘛！